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大橙子。现在呢，我在这个出宫的路上，然后一会儿给大家就是展示一下黄月变身的全过程。三弟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啊！今天是个好。你啥时候？今天你收工早吗？最后一场，最后一场。哎，我今天就一场0:03。我们要12点了吧？皮肤是真好。皮肤非常好，好，很好。今天长痘了。成功了，你要拍打戏啊？0:08的打戏，哇，怪不得感觉你今天心情不太好。啥？说怪不得感觉你今天心情不太好的样子。哦，是呢，因为我明天早上7点一天的打戏。啊，王月好开心，王月没有打戏。天哪，我现在想真的老大，老大都没有打，真好。最重要的时刻现在就画眼妆，对不对 ？Magic moment。宋哥，哦，别妆化了是吧？小心，好没门啊！王月的眼妆已经完成，很鲜美吧？下不了站腿号。快站完了。今天又是化妆，一个小时到现场拍摄是很好的。OK， 头发也扎完了，现在要去梳头发了。你要往哪插？头发那个大吧？一起前进。所以他想跟你们一起靠着你们。把地儿。画完了，不要，就这样了，就是这样。那几根。画好了，来，希望你们喜欢，多多关注哦。